弄得病魔了，难受死我了都。我也没办法呀，大神天天这样啊。不好，又来了。大夫，我这心脏这边疼着一阵一阵的，不会要猝死吧？什么玩意儿猝死啊？这你这就一般的肋间神经疼，大部分人都有，经常换完姿势多动弹动弹就没事了。